可能到时候这个进食堂去见啊。走了两个小时，198个家庭领取竹筒，为筹募麻坡进食堂建设基金。慈济志工毫无倦意。想到进食堂要起，怎样都不会累，走几眼也是很高兴哦。热情抵向邻里宣导慈济，当地居委会主席也来献一份力。我是说，有慈济在这边，对小孩子、对那些很好的帮助，一种教导，起码慈济会教导人家怎样去做人。这样的走了一轮，居民的反应其实都很热烈，很欢迎我们这个进食堂快快的建成就对了。竹筒爱心还不够，志工更在人潮聚集的观音庙义卖年饼。只要我们有来，就有机会，只要可以卖，即使只卖一罐，就一罐，两罐就两罐。这是为了我们的进食堂，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啊，为了未来的大众的福报嘛。进食堂建设需要众人的力量，其他据点也纷纷支援。志工们所卖的礼品都毫无压力，就是也是欢欢喜喜的，让我们的毛波进食堂能够尽快筹建以及尽快动土。团结力量大，志工全力以赴，要让慈济人的家早日落成。大爱新闻，徐伟庭、苏欣怡，马来西亚麻波报道。